是。王一一定要洗到技能，不然会不是王一啊，第一关要洗到技能。哎、欸，他给我天降全体，天降啊！太扯！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吧？够了吧？先打左边那只打死。哦，这次有比较顺利一点。啊、海天降，等，这边还有三回合，还有三回合，可以洗出来，可以洗出来。干嘛不先打右边？可是我木的比较多哎，大哥。大哥，我木的比较多，你叫我先打右边，右边是火的。我不玩神魔，但我都知道。你懂吗？我当然懂啊，科属吗？对啊，怎么会有人叫我先打右边啊？我舍得只有一只，我木有两只。等一下，干，忘记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共鸣哎。撑一下，我暗面还有两回合，撑一下。不行哎，被锁。那我这个回复50%，回复50%，这边可以撑一下。还好我有带这个龙科啊，应该可以撑一下吧。可以打哎、欸，可以，我可以再开龙科再撑一下。有的小区就我再也不死了。等一下，这边要开龙科，这边不开龙科会死人。那我觉得这些精彩的楼岩就是这个，每一天楼岩是最，自从有了小区就这大也不读书了。好，我这一关就可以把暗妹开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我这边把暗妹打开，有没有？多爽啊！暗龙死开下去，没按住，干！暗龙死再开这个共鸣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说不赌输的是谁？那个。然后猫头鹰啊，对啊，千万不要不读书啊，读书很重要的。看能不能先打死一只。等一下，太快了，下一关是啥？反正就是用龙对打，我觉得前面你要洗出那个。这个越攻越强我要把这个洗出来。完蛋了啊！怎么办？还好，痒痒的。这边有点危险啊！把水龙石洗出来比较保险。我怎么一直自言自语？开始关不就这样子？
开实况不就一直自言自语吗？他是说我没说话。哦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啊、这边齁，把你的水龙石打开，因为他齁，我看一下血多少。这边他的血是多少？423万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怎么办呢？两组应该是打得死，不像不管了。我不说话原因是，你可以吸一下，坐在他旁边，你会耍眼，耍眼的时候就怎么都讲不出来、啊。哦，算得刚刚好，算得刚刚好，好厉害。下一关是这个，消冰冻珠就好了。这边就专心消冰冻珠就好了。这两颗木没办法消。下一关是这个无视减伤锁定围城啊，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恐怖。这边我看能不能全消，这应该是有点难度。有点难度。但是全消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边很恐怖哦，这边把你的不行，没心珠，等一下，这边很恐怖哦，各位，这样子，乌龙开下去，然后要开龙颗，因为要他那锁两颗嘛，那两颗心没办法消掉啊，一定要开，危险，开龙颗。因为龙科可以解这个锁定啊，然后流出很多暗珠，有很多暗珠。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也不用开水龙死，也不用开水龙死。然后你这关很简单，我们这边呢很重要哦。这边要把这个暗龙死洗回来，这边一定要把暗龙死洗回来。其实你不想洗也没办法啦，因为你没有开暗龙死的情况下是很冷。好吧，就慢慢磨，我看一下。慢慢磨，对吧？他这边一定要这样子啊！王冠会再一次附加消除，但是王冠第二条血是这个回复变灵。王冠第二条血对这队来说很简单，但是对第一条血一定要先把他打死。所以哇，好久啊！好，这边开的暗龙石应该快好了。好了，跳了，暗龙石给它开下去。看一下，
安安。刚刚就有假巨龙哥啦、啊。要用那个在小许旁边拍个照，他在玩神魔这边的时候呢，转住那个样子超帅，卖出去应该可以赚钱。有人要买吗？一定要！我跟你讲，我先，欸、我待、啊、我待会就拍一个，放在我粉丝专页上面说，谁要付钱，那也就是要怎么讲，那是拍卖嘛。拍卖应该赚，蛮难赚。这是拍个到少许专注的样子。好，在留中间这只。其实也没龙科了、欸，我已经没龙科了。要买的举手，我买，我举手，我买，我买两箱。好，我们这边来到王冠之后，很简单，把暗妹开启。哎，还没打死，还没打死。我可以把脚就举起来了，买四张啊，啊，买四张就买四张。好。这样可以了吧，靖王？哎、欸，还没死，血很多，这还没死。好，我们这次终于打死了，这是很简单。我们来到王冠这个。王冠要来啦，很简单，按妹开下去，然后，哎、欸、干，没按住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很简单的啊，你把毒龙开下去，水龙子开下去，按巨象给他开下去，一二，四颗按住就可以把他打死了，相不相信各位？有人说要满一万将，哇塞，厉害。这样子有没有这个点？有没有看到？也有啦，一组按就可以把他打死啦、啊嗯，因为你开了那个 2.5 倍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会被消除，会被消除没关系，因为他 CD 打14000，那、啊、我们可以吸血，所以就慢慢打掉。所以你这边只要过了，其实龙队过了这关就是过了。那一张不贵啊，一张100块啊。好，这边就慢慢打，等到暗龙死出来之后，你就过关了。一万将就应该是100万呢。哇，不贵啊！这样子，这样子大家会了吧？用龙队是这样打。100万台币，那港币25万而已啊。好、哦，这边对的对这队来说很简单，因为他就是吸血嘛，他就有吸血，所以他。他不怕这个一回合打一万多是不怕的，不怕。那就慢慢打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样就是等于过啦、啊。厉害。其实等你洗出来，他都已经快被你打死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超商取货付款、啊？超商取货付款这样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。就是你买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去超商选择超商取货哦。对，
这样比较有保障这样子。嗯，很简单，你付一半就可以了。付一半，我要给你一万张。快跳了吧，看一下。好，按龙死跳了之后呢，就把按龙死开下去。刚刚是有点手残，那这边全跳啊，全跳按妹开下去。哎、欸，多里想再开这个，他要买多里的。多里说我想买多里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搞笑、哦。多里说我想买多里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就用龙队解完这个成就了。哇哦，厉害！啊，龙队就这样子解了。其实我就用双瞳丸打也是可以的。一样的剧本，反正你就记得哦，贝奥五夫那一关最好是前一关开共鸣，我刚刚没开到，这是什么啊？诶、欸，这是假的你啊？解完三个成就了，好，我们这边